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哎，各位朋友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好奇人物。今天请到我身边这一位呢，就是鼎鼎大名的窥基弗莱爹林义峰先生，大家掌声欢迎他们一下好不好？窥基弗莱爹，台南市中和双林三号的林义峰，三号三号啊，好好。哎，今天要鼎鼎大名，鼎鼎大名啊，说话开始。对对对，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可以请到这个林大哥哈。那我觉得啦，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佩服你。哪里呢？怎么说呢？就以这个，我们就说高龄70岁啊，哈，依然愿意跳下来这个政治的浑水来选我们台南市的市长。一开始这个动心起念是什么样的原因？我是刚刚讲，确实啦，我台南市立活动垄断咱的进步不合需求，是，还有为台南市的学生毕业的拢会北漂外漂，而且推广社会责任。社会责任，社会责任，我讲义人责任，讲取之社会，用于社会，对，咱来替社会来做代志。哦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有这个念头，1905年差不多6月开始，我有这个念头啊。是，啊，无我对这个政治完全无兴趣。哦，哎，是这样。本来是完全没兴趣。对对，当然我没有当过里长，没有当过议员的，我当过里会哈，是是，太有兴趣了。对对。所以主要就是因为看到台南的经济状况不好，台南经济观光建设确实不合乎我们乡亲的要求，对对对，是安尼来的。所以你就会想要以你一个过去企业家的经验，希望可以为台南经济做点什么吧，哈。对，我来个想安尼嘛，啊，所以我讲出我十大政见嘛。十大政见，来介绍一下，我们在这边再介绍一次。介绍一下哦，你讲。我可能爱个下一个念的第一个，没关系，讲最重要的。你觉得念之在之的最上重要的，所以我讲哦，青年温馨住宅一平米800万，一间厝啊290万，哦，伊只有一个月18500块，30栋就属于嘞，啊，本来这三馆就属别人的，就属于嘞啊，哦，所以这即摆市价拄啊一半钱嘞。也是大概这样，啊，所以咱一定要用公家地来起卖，来甲这五个孤女照顾，是是，来甲青创，包括这少年毕业一想创业，我们通通可以给他有一个机会，啊，所以我尽可能做这，包括创业，因为即卖社会，你若准讲伊想要搬台湾搬，你要大物件拢可以。确实也无法做做得好，你若不爱来，所以我奖励主体经济，是讲你厂商若搬台南做，搬你100万到1000万奖励金，啊，即一旦所生的条件，阮台南的工厂做大是同款有，哦，根据你的成本，啊，佮请人做偌济，啊，伊那个偌济，我们会提补给你的，是，所以这是已经先来台南做。开始读税金，我补伊，这对台南市算讲是赚钱，是了钱。所以阿雄阿弟拢阿支出足济互伊，其实他是错误的。是，因为伊来设厂已经设厂，我补伊。哎，哦，所以这一个人人头补伊，无500块。嗯嗯嗯。啊，只说咧，这工人搬来台南，伊来烧了，啊，咧读税金，所以这完全对台南都无损失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一个长远的计划，免哪做免哪有丢，总是有一个配套。嘿，啊，所以这是阮 CEO 的专长。嗯，哦，阮的专长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我有法度人可以讲，少年人伊来台南市，我阁来照顾。啊，阁你有饭通食，对啊。啊，阁你领关心水，所以以后咱台南人可免北漂外漂。嗯，伊自然就留在台南。毕业个就业，当台南成家立业，这是我最大的宗旨。我台南有一个交代，这是我最大的宗旨。啊，所以我做这，我尽肯做这，也鼓励机会来这。哦，啊，富裕政策，比如讲你搬来台南，对，我甲你照顾，怎甲你照顾？他下你一半钱尔，啊，五班搁一个医生，所以少年人啊，准生囝要走去。要走工，要走去上班，你把囡仔载来给我，啊，你倒来，再来载的，对，啊，你就是说，你的囡仔也袂用欺负，因为拢给你哦，啊，先囡仔给你顾，啊，顾班搁一个医生临时有代志，
以前领兵啊，所以这个政策我是用好，招生不足诶，还好人才盖，所以达窟拢有，跟我是温馨住宅同款，十三窟我起六窟，啊永远是无限供应，无限供应就是讲，你台北人也使南漂来搞我买厝，北部的人拢会当，啊我你做个条件，你搬来我搁十万块哦你，对啊，啊会当我你领薪水过来保障，所以这即马台南市因为欠的是人口。因为台南市人口是糖，啊，讲五多220万，台南市甲188万店当面，你完全无竞争能力，所以我对吧？即摆办有第二市场，我的经济开发建设一笔而足，来讲甲台南的文化部，来改做科技服务的，哦，啊，佮改改做双龙凝固塔甲文化部去个驻北市，是是，我想。啊，国际福来地来讲，引用西班牙，哦，袂顺你走泰国巴巴亚迄个意思。啊，所以全国少年跟啊国外全世界少年跟一个在我台南算。啊，所以我也还佫有一个五号夜市来讲，下晡三点有千里达五号夜市。啊，所以这是拢趁钱呀。啊，所以我估计一礼拜来70万的观光客。伫台南岛个两日连4小时。经过我们助人团的评估，啊，所以台南市观光、收入、经济，它是自然会蓬勃起来，也蓬勃起来。所以我有甲伊讲，甲乡亲讲，如果今天若经营3.5年，台南的乡亲会当贴20万块，来讲会当发伊10万块啦，发伊10万块的购物券，每一单会当发伊10万块，只要有到税金，我等。快10万块的购物券，这个代表台南市已经繁荣起来。所以以后搬来台南是地多足多，比如讲搬来台南务实政策啦，处理经济啦，青年温馨住宅啦，大物件拢该保障做，老公啊，大日安呐，佮该赔算你100万，尤其这种赔算你，你老公因而输完啦，还是甚物样主要老简是盖章，台南市政府就赔你100万，所以要做这即马，即个物件不是讲我要叫你搬来台南，伊就要搬啦。你一定要想我地多做些，像台南市嘞，即马65也要建保卫，要搬台南伊也考虑，阮时段搬来这也要改头建保卫，所以这拢伫我呐有机会上位，六个月我就给他取消，六个月若无给他取消。哦，排污条款呐、当然好起来也无法当现实。排污条款做，六个月我来实施，无来实施你下来我任由解答。所以足济，像我台南拢着，特别做歹。啊，咱要怎甲台南做好？这是我目前的首要目标。是，对，就是安尼。你好，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哦，你这个商业界出身的，是，当然有很多的理念，是，但是呢？成为一个市长之后啊，你有市议会的监督啊，你觉得过去没有这个政治的经验，你跟这些议员怎么样让他们支持你？所以我刚刚讲，咱台南市的议员，大家都爱咱的台南乡，咱的台南市，所以我刚刚沟通绝对无问题，因为生意人专长在沟通，所以伫沟通方面，我刚刚凭政治就要跟他沟通，因为这是唔免想讲啊，你无当安啦。一个人只要有能力，伊当个有才调子。啊，若无能力，当无才调子。我讲这做熟悉，干那做熟悉来着。郭台铭是阿边边写，来重整创造，啊，创新，啊，来创造利润，业务加强。对。啊，阮台湾的市政府目前也差不多上下。所以我是感觉讲。我入来，我都会改造。注意市议会作者，像细点么样去，人议员也要动。像即摆，我主张免税，啥主张免税？像地价税、房屋税，两单共加收200亿。我主张免税，是你搭房屋税，伊个地价税免税。房屋税降30%。因为两单共收加收销售，两项共加销售100亿，两单加。加收56亿，既然你讲加收遐济，我主张免税，不是人拢无钱，就是讲你本身
你的工地也要收，你的营业所在也要收，对啊，还到你的赚钱都没收，咱是自用的地价税免税，政府已经收四条，这是国外是无，别国的是无人去收，是咱政府特别免税，所以这应该要给取消，取消会当57号，也当57号伊享受到，但是咧，咱家会3亿800万元。3亿800万，我计收200，3亿800万卡12%呢，啊时啊卡无来，所以足济阮台南诶是连别行拢袂得，所以甲我同款，因为我走过128个国家，我看足济，要如何来改善台南？其实我巴肚内拢有物件，因为我是 CEO 执行长，第一点。我本身要创作本册从零开始，而是我50年的精华，该会来经营台南市，所以我个，即个我出来参选，但是官官无收，无政治包袱，无政治包袱，所以咧，第二市长佮加薪水高，即团结，即种60年来，可能打我第一位咧，所以台南市的乡亲。这回咧，伊真正爱觉醒，啊，佮哦，这两栋做了咧，我感觉咧，台南市也完你，台南市无佮像边这段执政二五档那个啥，请问你即马几岁？20几岁？佮二五档已经50岁啦。啊，你若无有一个人出来带头，要改改善，要配合政府，要甲百姓共同来做工过，一定利用的。我相信咧，台南市确实已经完你。所以这是我可能是我的神圣的责任，是我这回参选的理由。亚哥，这个大家听到你要参选啊，也会很好奇你这个经营事业啊有什么样的秘诀？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样起家的，然后中间有遇到过什么样很大的困难，怎么克服？当然，我跟你讲哦，这生意绝对有困难的。比如讲我。17岁个计划，伊做兵做两当个结婚，19岁天可以带一当个加工，我原来个业务啊，做个业务，做啥物个业务？做迄个百货生意个业务，伊昨日卖3000摆来三来过一年，我本来个迄种个业务，所以阮公司有七个业务，挂我7个，6个，我专做零件，我14岁尔，我个一个人。包括内底个只50%，全部大家老的，拢会30几个到50，较少50%。我透早拢也坐头班的6点通下嘴，迄阵公路局个客运拢坐头班。我咧做尤其我业务，我一个人会当做3个人的工作，所以我生意足好。所以我伫遐带无3单，我想人上届有录音是20月到50。所以我可以提早做兵，提早做兵，19岁就带当20岁我创业，所以伫这创业的过程中间是一定有艰苦吧，因为我是从零开始，我搞只广告自己做一本册嘛，所以这个物件绝对有诶，因为我出来创业啊无半仙，你安怎做？所以到尾我6个企业，六个企业在做，是啊个安尼，中间也是有波折啦，欠钱那边啦，所以讲，我包一个啊，人客回不来店那边被苦苦花啦，那边啦，所以这中间人生的挫折啦、高峰啊、低潮啊，都拢经历过。你帮我们讲一下，你觉得你人生最惨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形？然后你怎么克服？我最惨的时应该是我27。27岁时阵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发生啦，是只有大家因为我做女装的成衣啦，我台北公司做成，外国拢封城，我要倒啦。所以大家就下机票来要换，讲伊也唔多去倒，但我拢甲伊讲，因为讲未倒，大家人也唔相信。所以我整个一个决定，就是讲这张球啊。你若给握起来，我系金块代表台这块钱，这个球啊个大一个得啦。所以我那个顾我这以后搬伊，我系顾我这以后按边啊我起，所以我坚持不爱换。你要讲换钱少，我搁加开3个月哦。绝对如果没，
啊，如果没，因为咱也不倒，所以经过一档、两档、五档过了的，林雄就平平，也不倒人半工。是较早你咧教，尾仔因为我拢甲台北买部分做加工，尾仔去来台北做因的大批，卖因的布。全变做因的顶丝啦，啊，较早是因的下丝啦，因是中婆，我加工的，我买起来做好些的大批啦，特别就是我韩国进口布的特别，我所以说人生的过程，你用五点钟都讲不了，对，啊，所以咱即个是讲大部分该浓缩起来，啊，所以呐，做者我若有滴金光岛。啊，我系外国请到金光岛，金光岛我搬四百几万的布用两斤，尾仔我系退倒来，较了一万外块。哦，这若未输，比金头更加金头。对啊，要安全无出去走，我尾仔退倒倒。我有法度来退倒来，啊，我做认真去贴落，我已经去坐起来。所以伊个。伊个金光岛个呐，有一挂兄弟人有诶，啊，当然你也要了解遮详细。我网路哦，你个点，连你用马克定，非死不可。非死不可。我从零开始，你看，第一啊，我是啊，连你用大块金光岛，啊，然后调查叫我掠漏税，掠二十几档，按阮第二三件出事到伊加拿大读册倒来，二十二岁这个代志才煞。啊，了两日过，所以我咧讲的意思系讲，人生挫折感绝对有。啊，你在阳光照耀下，你就不怕逆流。你就要永远冲过去。是，那是一条光明大道的出路。所以我即摆咧讲的意思系讲，因为哦，本身即位想要来经营台南市，要来甲台南市的乡亲做伙来拍拼，我系想，这个是讲台南市。即摆已经接五代啊，啊，咱也无该冲好过，对台南市下一辈是不是好？对，台南市即摆少年囡仔，咱毕业五就业，我当台南成家立业，我当台南赚有钱，哦，所以我主张做这啊。你讲伊来台南，我两当后薪水无三万块，我也想要贴伊三万块。即个 idea 也是咧想哦，无得贴袂遐济。因为咱无了解伊财务，哦，咱也未使凊彩讲讲的，哦，所以我十大证件，我十大证件，比如温馨自在啦，这就不太对啦，红环新持有啦，哦啊，这个富裕政策啦，一大堆，我甲我台南的乡亲倒放下，伊问我头领，四单林义雄做了三分之二，六十一点七，林义雄提出主动辞职，三十个月评估主动辞职。我本来也无领你的钱，我薪水高于这团体，所以我相信这国产党来的政治结果才飘撇的。啊，是啊，我也才飘撇。吼，我搞只讲，咱趁钱不是要留下代，下代我要家己去赚。啊，我唔是讲我足有钱，哎，我有底用我的能力有底甲银行借，也有底行。我可是在这我爱者的看过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像您这样子哈，从政也好啊，创业也好，对，你的家人跟小孩都很支持你吗？有没有反对？我创业当然是相当支持，如果选举那就不支持，不是不是。对啊，一个大家拢搞反对，你刚刚你何苦去打这打打？因为大家我的囝知影，所以我一本册开始有讲我的蒙古爸爸，一起头的死了安尼写。我阿时啊，人家呢，人讲你应该，你五十档拢无得的，你专心要做事业，啊，你何苦七十岁过来领这个龌龊的政治啊？对吧？时啊过来领这个龌龊的政治，啊，这个我家己来想无，我七十岁才无这，啊，确实嘞，我讲家己，我感觉社会无一个跳出来袂使，啊，而且社会啊，我足公平，我从无有得。趁食会饱，啊！食会饱，我只要买安那个，只要工过够好未出。因为我食到七十岁，我从欢喜啊。所以我讲过一句话，因为是有骨气的，对吧？无论我咧做啥代志，你好做来，你要我大大死，我无得惊。甚至啊，点名中央未准，只要我一边的，我绝对来做。你要谈就你谈。因为台南市就是欠缺这个有魄力、有志气。卡秒走的卡下，所以这种的真正做难找。我不是家己差不多，
大我有这个，作者有这个格调，但伊要站出来，我林雄真正爱站出来。嗯嗯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，你说的。嗯。这也是我非常佩服您的地方啊，哈，真的。感谢感谢，要不扯点卖我佩服。佩服你的这种勇气啊，还有决心啊，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是大家可以提问的哈。我们做直播呢，就是希望大家提问，有没有朋友要提问的？来来来，哎，跟我们问好了，哎，然后说我们收音啊，大家注意一下哈，这个收音呢，其实我们有 FB 直播、YouTube 直播。之后我们还会现场还有另外一机啊，把这整个影片录下来，我们会制作一个专辑啊。所以如果说某一台这个收音不是那么好的话呢，请见谅啊。到时候我们可以转到另外一个频道，一样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那现在呢，有没有朋友要提问的？来，欢迎大家提个问题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大家想一想，哎，讲得很详细、很实际、很真诚、功利啊。啊，谢谢。Annie 说的，是谢谢。没错没错，请假期哈。大家想一想啊，你自己60岁、70岁的时候，你在干嘛？你还愿意为你的城市、为你的国家站出来吗？哦，是林大哥不简单。哎，林大哥，我们今天现在人这个人的所在这个地方啊，叫做创咖啡。创咖啡。就是讲，外籍的朋友哈，他想要让台北的这些创业家有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啊，哈，大家交流讨论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再来深入一点，好不好？针对台南。你怎么样提升大家创业的氛围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已经有想过了。我讲哦，咱的全国的政府跟中央政府对，爱为这学生少年朋友着想，所以我有提出来政见，大家感觉真好。其实无啦，伊即嘛无做十栋后裔的晚会。含的所在是啥物？伊感觉讲我讲100万唔免还，伊感觉这上含。啊，其实我甲你讲，你爱用迄、那个。你要用那个德山主人公，他当然是说是借你借钱，或者借你100块、200块的，但是我不是，你就只要，因为咱全国少年人是咱的主人，也是咱的骨干，你现在不恢复，让他流失到国外去，外漂、北漂，没错没错，安尼到尾是不是对你好？因为这个重视外漂，对，啊，所以你这好人才流出，你台湾存一个空壳。嗯，好像这间大楼无铁衣，所以是咱的骨干。所以我讲100万唔免还的理由，我有配套。就是讲你重建，你政府做讲些，你有这个青年的，是不是有这个创业贷款？嘿，那种骗人。嘿，那其实一单无几个，十八八零个叫伊还你会讲讲。啊，咱即马讲100万可以好，100万你也当也10万人，100万人。你也要陪伊这个年龄想要创业啦，伊若准该倒去算，卖该收。我等等伊若趁钱，伊想要买厝，伊才来用咱100万，也免收利息。如果用你100万，伊趁1000万，伊趁2万，伊会嫌你500万，咱也照收。所以15栋后，人是拢有良心的。伊等等来借100万无利息，伊家己记伫心肝内，伊会想要还你。所以等单一单钱，我等下用你5000万。我是想讲，我唔免放我囝，啊，我为着来借100万创业的，我想讲半年龄都是数学，哦，你若像台东城市全部关系，哦，所以就袂采。所以我咧讲的意思，就是讲政府一定爱保护咱的骨干，100万借你，免嫌麻烦，对啊，等单你有解来用。你有趁钱，要还500万，我无需要甲你收利息，哦，你像迄个德山企业种诶方式，所以我感觉这个，但是政府即马若无做，十单位方面，林义雄来讲的话，就对逐个拢忠心，因为因是无够稳健，因为我走过128个国家，我知影安怎经营这个国家，安怎经营这市，迄个台南市，迄是无相共的。我觉得很多人哈会觉得金马哈梅利有喜哈，他们觉得了哈这100万好像就是给这个人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一个创业家呢会拿这100万付房租啦、雇人啦、创造经济呢，其实会创造这个更多的收入，所以这对不对？这更多的配套哎，对对对，这你写出来哦，免像金马一千公司这家，你写出来啊，你创意啥？过来问问个从宽到起啊！对对对。啊，我来讲啊，你放100个、10个恶数绝对有，为后边甲你骗绝对有，啊，佫无法度。伊今仔要甲你骗，
等等，伊太多钱也难用，伊良心也不安。我当时甲政府骗偌济，我讲啊，你了解吼？你家己的心内不安呢？你唔通看讲哦，咱所谓亲兄弟人，我一个趁钱啦吼，安那啊，袂是讲咱讲一个较实际的，趁钱后下甲用不了去趁钱也是用啊。但是等等伊较济话，你看别的企业回归拢遐兄弟人，伊感觉我心里吼没有较安稳的。啊、所以这个情形其实是相对比的，所以政府会出伊个眼光，培养咱年轻人的骨干。所以即卖少年啊，其实台湾就有可以的发展。这地位啦，这市场选人倒一个袂。你看伊要看电影拍，我认为哦，你注意听哦。我到这无差，其他市内无得看我谈判。我是一个政治素人哦，我啥都拢无。你看咧，做电影拍，我无游泳车来看，五万几个，拢无，也无插旗，也无广告扛棒。我家己讲七分钟尔，我把这个时间交予咱年轻人，少纾解伊压力，少启蒙伊个天分。谁要讲启蒙，又去上个我同启蒙。对对对。起码咱个年轻人哦，先融入社会，进入工业社会，就要进入科技社会，你嘛看伊。因为买订单，也压力是非常大。对对，我们要怎样去帮他纾解？是哦，所以我讲这，咱的全国少年朋友，其实刘勇为伊拢有解想了。你也使跟我讲几套，这了讲五点钟，我讲给你听。对哦，所以我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是，我希望全国中央政府，你一定要重视，你国家骨干。你不做，就好像大楼把一挂铁梁条条搞袂倒了。这是我的形容，还是对的？对的。大家看哦，林大哥讲着讲着呢，慷慨激昂，这个身体真好呢。有人就问了，你是怎么样保养身体？没，我没在保养，我没吃做好，我大家拢没吃做好。我甲路边摊开来吃，大家拢有爱买少，拢会讲头晕，啊，我拢头晕。因为我路边摊，我一日一顿哦。那吃百四分八碗汤，五十五块呢。啊，那一般的吃卡也未超过一百七八十块，啊，一百块左右。我是安尼咧吃，啊，伊拢煮饭到煮，啊，所以是要吃五十块以下，要凊彩一个煎包三四十块呢。啊，是一个三文治，对吧？拉面刷钱。有没有特别运动？我跟你讲哦，我本身一礼拜运动四天，以健身的呢，我即摆晓得举举重、吊单杠、这拢总有，伏地挺身拢有。哦，我一礼拜有四天，一届有一点钟拢袂停的伫咧做。无休息的时间。啊，一礼拜走一日要阁走五千。啊，伊游泳也一日游五百，剩了浸些水。啊，做十八安尼尔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这是我本道啊，我无在后边吃，我昨打健康检查，出来拄啊打胆固醇105，我200，出来拢总千二，啊，胆固醇安尼尔，我昨打检查出来无变掉，所以各位在看直播的朋友哈，真的，这个你为什么能够身体这么好，就是因为认真工作。然后呢，帮大家制造更多的福利。那我非常非常希望我们的林大哥呢，在开票那天可以顺利当选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 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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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各位啊！持续关注我们好奇人物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好。